名多舛。九月三日热搜娱乐榜的前三名有两条都是来自德云社的。一是德云逗笑社发了一个公告，表示原定于本周播出的第三期节目无法准时上线，具体播出时间另行通知。另一条就是于子淇。为了德云逗笑社，很多粉丝都专门充了会员，如今又要延期，突然取消了播出，这实在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。要知道上午官方还在宣传为晚上的播出造势，眼看要播出了却突然说延期播出，你让谁也接受不了。如今德云逗笑社本来就有热度，上热搜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可能很多人又有疑问，于子淇又怎么了呢？于子淇在德云社六年多了，至今还没有拜师，也没有被给字，仍旧是德云社的一名学员。众所周知，这段时间娱乐圈正在正风肃纪，文娱圈的清朗行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，打击粉圈的行文也在有序进行中。在这个大背景下，于子淇被网友爆料有大瓜，显然会引发巨大的关注，尤其是他目前又是德云社的学员，所以热度也就更高了。虽然截至目前为止，该网友的爆料是真是假，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与验证。虽然于子淇本人还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回应，事件的真假也有待考证，但德云社的反应已经出来了。昨晚，德云社连夜更新了下一周德云社的演出计划安排表。按惯例，德云社一般都是在每周五的一大早就发布下一周各队的演出情况。在周五白天发布的德云社演出计划安排表上，于子淇被安排的有节目表演，搭档是陈九品、范潇琪等人。但在于子淇登上热搜以后，德云社也在昨晚做出了反应，更新了节目单。在更新之后的节目单中，于子淇的名字已经消失了。不难看出，于子淇已经被德云社暂停演出了。虽然暂时停演，但官方并未给出任何解释，应该是德云社内部开始调查，也算是保护于子淇的一种方式吧。其实于子淇在德云社的结果也无非两种，一，爆料为假，于子淇继续留在德云社；二，爆料为真，于子淇退出德云社。如今于子淇来德云社学习相声已经有六年多了，在六年中于子淇还没有拜师，郭德纲也还没有给字，说明于子淇的相声水平还不符合郭德纲、德云社的基本要求，还处于继续学习、锻炼、磨砺阶段。而从于子淇在德云社六队的一些演出来看，他的水平的确还有待提高，还需要做出很大很大的努力才行。假如网友的爆料是真的，按照德云社的内部规定，于子淇作为还没有拜师郭德纲的德云社学员，极有可能被德云社郭德纲扫地出门，驱逐出社，这样对德云社郭德纲的负面影响也会少一些。德云社总教习高峰老师曾在2015年七月份的时候发微博称这个孩子不容易，而高峰说的这个孩子就是于子淇。于子淇在德云社被不少德云女孩称为小鲜肉，于子淇演出的时候，台下弹幕上时不时会冒出子淇妈妈爱你的话语和字眼，这足以说明于子淇在德云社还是有一定的人气的。于子淇更多被人认识可能是孙九香与秦霄贤分手的那段时间，孙九香与老搭档秦霄贤分开后去德云社六队待了一段时间，在德云社六队孙九香曾经搭档过于子淇，不少网友还调侃于子淇是孙九香的二儿子。德云社六队的演出中，于子淇也经常会登台，表现真的很一般，实力也就那样，否则早就拜师了。目前于子淇已经从德云社六队转去了四队。
对于德云社的粉丝而言，自然希望于子淇的这个事情是假的，这样德云社郭德纲也就能免遭影响了。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的发展会如何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，相信事情很快就要水落石出了。